一盆猪肘动四方，师傅交代的棋局先歇歇。嗯，来吃点东西吧。嗯，快尝尝，趁热吃，可好吃了。嗯，好吃。我做的饭当然最好吃了。师傅的棋局还没解出来啊。我看这黑白棋局跟俺们的野区也差不多。不是我吹，对面的野区都是俺做主，听俺的，你不开再打鸟，这再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学会了吗？就是野王吗？师傅的话，花开花落终有时，这些花瓣我带回去做成胭脂可好？你还在长身体，得多补补。别总盯着棋谱，跟俺来强身健体。师父会回来的，别担心。不行，我快要解开了。